不自律，不用变态。那人接着整了，是吧？大学约会七个月。刚跟我说那番话啥意思啊？他就是想跟你做朋友。不是，你说你这次刷礼物的话，他怎么能说那话呢？你干嘛？哎，你管他嘞，自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。其实他这种人除了那种。